足球运动员内马尔和女友发布甜蜜照官宣怀孕，将迎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。这是内马尔的第二个孩子。内马尔单膝跪地，把头靠在女友微微隆起的腹部，还亲吻女友的孕肚，感受着胎儿的跳动，两人脸上都挂着灿烂的笑容。他们非常期待这个孩子的降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内马尔和女友布鲁娜今年二月刚刚复合，两个月后便怀孕了。出生于1992年的内马尔是近15年来巴西足坛涌现出的天赋最高的球星，曾被视为贝利接班人，年少成名，帅气多金。内马尔这一路走来最不缺的就是女伴，内马尔的感情历史也是非常的丰富。本赛季内马尔出场29次，打入18球，助攻17次，数据十分亮眼，但却遭遇严重伤病，长期无法登场，再加上无休止的负面消息，他已经被大巴黎放入转会名单。